听讲你瘫痪了，你出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我本来讲我是来甲你关心的啦，看嘛。哎呦，佮真正无反应，安尼你唔得变成废物啦。对，这废物咯，要到法度回收的，佮你无共啊。你即卖会当讲是一个无路用啊，比废物咯，佮较不如，变怎？黄冠廷，当初若毋是你私底下佮秀雄偷来暗器偷工减料，杨山村佮会出代志？我嘛袂变成即卖模样啊！一笔笑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讨回来。大勇，真正一点仔反应拢无诶！我起来，我若是规个人打起，可怜，你拢无感觉？那呢，我着真正替你感觉足烦恼诶啦！反正你无真紧，到底做何故啊？黄冠廷，你今日对我无聊，我你敢袂信我啊？这啊，袂信我安怎？你是要跟我拍死我？你若想知着，你徛起来，我做你拍。我绝对袂还手。老贵，黄冠廷，你哪会在这？哎，陈老贵，我来，黄冠廷，你在我家创啥？我是来甲关心的。你莫假啊！你是知影蔡大贵受伤啊，而且倒卡面对无？我想对伊讲几句话无对啊，我主要目的是想要刺激伊，好伊会当赶紧振作。我有甲你讲过啊，我不准你伤害我的情人，安那无，我袂放你走。你滚出去！咱之前拢是亲人，过去缘分一场，我不是要跟你计较。也不过，这无人欢迎你，黄冠廷。请你离开。好，你这么有心地，你卖激动。哦，我离开。你干嘛这样？你刚才爱我挡手。大人，虽然讲你今麦爸一定回来，不过您富贵建设的财务危机又较未乐观。听讲哦，您阿鲁迄块地，迄钱拢阿未落千的，可是？迄嘛是阮娶家的代志，免你管。迄是因为你无了解我对小叶的感情。说出来，为着我的意思就是。假使恁娶家人需要斗三工，我会当替你调出去。免，刚过迄块地问题，阮真紧就会解决，因为我已经会找到。